大家好，我是阿燕。话说，在这个海地的城市有一个任务，就要调查这个石碑。那之前我一直不晓得到底要干嘛，后来发现原来可以这样调查，然后再来就是按，然后发现什么呢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发现什么，所以我们再仔细的看一次，它是可以拉近拉远。究竟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而且加上现在又有一些奇怪的装饰。哦，完成了。所以长官的名字是吧？好。所以就是这样啦。然后再来的话是回任务的地点。在这里，就是酒馆，就是有一群小朋友在前面的那个酒馆啊。哦，就这个小朋友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很感人吗？好 ，OK， 就是这样结啦，拜。被撞了。